《华尔街简报》，国事光熙吃瓜奏鸣曲，秦刚在哪里？《美国之音》刊登吴国光教授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审视了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失踪事件，引起全球媒体对秦刚在哪里的广泛讨论。评论者在文章中剖析了可能的答案，试图揭示秦刚失踪背后的谜团。秦刚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于今年三月升任后，成为当今最为年轻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自六月二十五日起。 他突然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中，令全球舆论热烈猜测。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十一日宣称，秦刚因健康原因将缺席东盟会议，改由其他官员代表出席。但这一解释受到质疑，引发不同的传言。其中一种解释是，秦刚因婚外情并有私生子而受到中共官方审查。然而，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因为在中共官员当中，婚外情、私生子并不罕见。 另一种说法是，秦刚涉嫌双面间谍，成为故事中的亮点，让全球媒体充斥着各种猜测和照片、视频。作者指出，在中国，民众的不自由已经是常态，但是有人认为，进入体制、掌握权力后，将会获得自由。然而，即使是权贵，也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而非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即在法律范围内可以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因此，作者推测秦刚可能身处不自由的地方。 无论具体是留置官员的某个宾馆，还是泛指整个中共官场乃至中国，对于秦刚的失踪，评论者呼吁审视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虽然秦刚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但可能迷信权力所带来的假自由，而忽略了真正的自由。此时，秦刚的失踪已成为全球吃瓜的盛宴，但他自己则已经无法享受其中。评论者用王立军和王岐山的例子说明，自由如同空气，有时不易察觉，而失去时却无法找回。 如果秦刚早些时候离开中国，也许他将成为吃瓜的观众，而现在吃瓜的角色只剩下我们。以下是吴国光教授评论文章全文：夏天是吃瓜的季节，中共最近似乎有那么一点体恤民情的意思，配合今年这个极热的夏天，适时的给出了一个大瓜，几周来颇让全球舆论陷在吃瓜狂欢之中。这个瓜的名字叫秦刚失踪。秦刚此人，今年三月升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一跃从驻美大使成为当今最为年轻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过，就任新职三个月之后，本来几乎天天在媒体上出现的秦刚，自六月二十五日起却忽然不见了，这未免引起一些猜测。但大瓜是七月十一日上市的，那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秦刚因健康原因将缺席即将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改由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上一任外交部长王毅代打。 悠乎，这又过去了两周的时间，秦刚仍未露面，全球媒体争，相追问秦刚在哪里的热潮还在延续。秦刚在哪里？第一个答案是中共官方早先给出的，说是健康原因，那就算是在医院吧。相应的，有传言说秦刚得了新冠，云云。不过，在中共那里，“健康”这个词的使用方法实在是太不健康了，那就是个烂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难怪人们对这个答案高度存疑。 果然，几天之后，连说过这话的中国外交官们也懒得再去重复这个答案了。摆明了，秦刚就算在医院，那也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也是从中国外交部的圈子里迅即传出了第二个答案：秦刚因婚外情并有私生子而被中共官方审查。可是这个答案也缺少说服力。谁都知道，婚外情、私生子这类事，在中共官员当中还真不是个事儿，倒不如说是蔚为风尚。 没有因为这事儿被查的中共官员，只有中共借口这事儿要查的官员。那么秦刚是不是因为别的事儿被查？中共不过借口他的花花事儿呢？于是乎，第二个答案有了补充版，说秦刚的情妇是双面间谍。哈哈，这个瓜似乎最合乎观众胃口，简直超过了詹姆斯邦德零零七的故事，美女本是间谍，偏又做成了双料的，还降服了中共党国领导人中的明日之星，真该排补大片地。 一时间，网络上有图片有视频，剑桥大学的冠名花园，华府楼顶的脉脉含情，吃瓜群众是不是大饱眼福呢？剧情至此，有了点儿当年薄熙来、王立军大剧的味道了。曾记否，那个剧本里也有英国间谍，也有美女主持，而美女主持也在西方过着所谓上流生活。那股子浓浓的乍富气息与满满的虚荣浮华，那种全球无边界的中共权贵与西方权贵沆瀣一气又尔虞我诈，不正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追求吗？ 然而，习近平上台十多年来，不是一直在打击权贵、对抗西方吗？怎么秦刚的故事依然是国王翻版呢？于是乎，又有了第三个答案，这回扯上了路线斗争，秦刚亲美，被中共的亲俄派向习近平告发了。当然，其中必有派系角力和权力斗争。你看前任外交部发言人赵什么的太太的幸灾乐祸即可知一二；再看现任中共驻美大使面对相关提问时那个乐呵劲儿，也许就可知二三了。 那么反美的习近平半年多前为什么决议重用亲美的秦刚？要解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一波新的说法。据说，从秦刚的官场两面派手法，到秦刚夫人自制月饼的家常手艺，那都是高超低。至于秦刚的家世背景，更是给他挂上了但凡能够找得到的秦姓高级中共官员的关系，只差没说他是秦始皇的七十几代孙了哈。什么？秦始皇不姓秦啊？那没关系，李铁映也不姓秦，还不是被说成了秦刚的亲爹？ 如此种种，恐怕都算不上是秦刚在哪里的答案了。反正是吃瓜嘛，吃瓜的时候就是天南海北，东拉西扯，乐趣不也在这儿吗？你要追问为什么中共这次没有严密控制舆论，这就又多了一个问题。总之，议论纷纷，此处难以尽数。健康论不成立，非文论不到位，斗争论没接锅。只要秦刚没露面，中共不官宣，还可以四论、五论、八论、十论下去，这个瓜有得吃了。俺不必跟风，也给一个明面上的答案。 不过，似乎也是一个还没有说到但应该说一说的答案。问的是秦刚在哪里？我的答案是秦刚在不自由的地方。这个不自由的地方可以具体到留置官员的某个宾馆，乃至秦城的某间牢房，但也可以泛指中共官场乃至整个中国。在中国，民众不自由，人们对此深有体会。但是，这也往往造成了一种错觉：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如果进入了体制，爬上了高位，掌握了权力，那就有了自由。 正是针对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不自由的地方，你有钱、有权、有地位，都仍然不自由。秦刚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前，固然比之后有所谓自由，但那种自由不过是生理意义上的自由，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后者是在法律意义上和法律范围内可以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你们中共官员有吗？可悲的是，秦刚驻外多年，有在英国和美国不下十年的生活经历，应当知道一点自由的滋味。 但是他仍然迷信权力所带来的那种假自由，不认识权力所产生的真自由。如今，在连那种权力所带来的假自由也消失了的处境中，不知道秦刚是不是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在当驻美大使的时候滞留西方呢？反正都是吃瓜，咱们也不妨帮秦刚这么狂想一下：今年新年伊始，秦刚离任驻美大使的前夜，在美国华府突然失踪了。明明知道回到北京就要官升三级，大的重用，这秦刚他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时候居然叛逃，秦刚疯了吗？哇，这个瓜更大！可惜对秦刚来说，这已经是水中越境中瓜了。有道是，自由就像空气，有他的时候你不感觉到，没他的时候你找不回来他了。王立军毕竟是草莽起家，当年居然闯了一回美国领事馆。网络几度传言王岐山从中国跑了，那是因为有人替他惋惜，当年也许能跑的时候却没有跑。如果年初秦刚跑了， 他还会和咱们一起看关于他自己的新闻，吃他自己的瓜呢。如今呢，只剩咱们吃瓜了。下一则新闻：耶伦的女性权利午餐如何暴露中国在女性权利问题上的分歧？南华早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因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女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共进午餐，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与会者被指控叛国，并被贴上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标签。 这些批评凸显了中国对女权主义的怀疑，女权主义被执政的共产党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事件也凸显了男性主导的中国领导层与拜登政府内阁性别多样性之间的对比。华盛顿市听声中心 （Stimson Center） 中国项目主任孙云 （Yun s a n 表示，午餐会并不被视为不正常或不合时宜。他表示，耶伦一直鼓励女性在他的领域有代表性。然而，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严厉批评反映了人们的看法。 即这次会议是美国试图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规范。在中国政治中的性别平等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女性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二零二二年的全国党代会标志着二十年来首次没有女性入选政治局，共产党内的最高决策机构完全由男性组成。联合国呼吁中国采用法定配额和性别平等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女权主义表示怀疑，并强调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 下一则新闻：中国经济主管为私人投资者打开新大门。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发布了一份向私人投资开放的行业和项目的白名单，以恢复商业活动。该名单包括运输、水、清洁能源、先进制造业和农业等行业。国家发改委还将起草项目推荐清单，为民间资本提供明确的投资回报。中国的私营部门一直在苦苦挣扎。 今年上半年，私人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降至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八。白名单是北京支持私营部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的一部分。下一则新闻，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北京仍有可能带来一些惊喜。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经济正显示出失去动力的迹象。第二季度 GDP 增长较上一季度放缓至百分之零点八。经济放缓是由于消费者需求低迷和全球宏观背景疲软。 最近的数据，如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以及新房销售和贸易数据，都低于预期。虽然官方工业生产数据超过预期，但工业企业的商品需求和出口销售增长放缓，表明整体恶化。下一则新闻：中国高级代表团本周访问朝鲜。朝中社、日经亚洲报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率领的中国高级代表团将于本周访问朝鲜，参加朝鲜战争结束七十周年庆祝活动。 这是自二零二零年初朝鲜因 COVID 十九大流行而关闭边境以来首次被承认的此类访问。这次访问并不表明朝鲜关闭边境以进行贸易和外交交流的政策有任何变化。朝鲜战争以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署的停战协议结束，朝鲜将其称为胜利日。下一则新闻：中国恒大获准就二百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进行表决。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的二百亿美元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将在定于八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举行的会议上由债权人投票表决。该开发商报告称，二零二一年和二零二二年的总亏损为八百一十亿美元，并正在寻求在二零二一年违约后重组其二点四四万亿元人民币、三千四百亿美元的负债。如果获得批准，该计划将需要在九月四日和五日获得香港法院的批准。该计划并未获得分析师的广泛支持。 他们认为复苏假设不确定且非常乐观。下一则新闻：中国对日本芯片设备出口管制不满。日经亚洲报道，在东京将尖端半导体工具列入其出口管制清单后，中国呼吁日本优先考虑双边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举直接针对中国，将伤害企业并扰乱全球供应链。然而，与最近对美国的威胁相比，中国的反应更加温和。日本在其管制清单中增加了二十三项。 包括用于芯片生产的及紫外光刻机，此举是在东京计划从福岛第一核电站释放处理水的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下一则新闻：中国处于洪水警报状态，大雨迫使疏散。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正面临暴雨和洪水，导致多个省份的疏散和破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省份以及长江以南地区遭受倾盆大雨袭击，造成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四川省已有超过四万人被疏散，而重庆有四千五百人不得不撤离。浙江省发出紧急通知，敦促当地工作人员防止死亡和伤害。截至周日下午，浙江省已有五人死亡，三人失踪。预计本周将有更多暴雨。下一则新闻：人才外流，中国贸易疲软打击了在香港的日本公司。日经亚洲报道，根据三个日本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随着工人继续离开香港。 在香港的日本公司正面临劳动力短缺。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在上半年失去了员工，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人离开了香港。劳动力短缺正在影响各种职位，企业正在努力雇佣替代品。工人的外流主要归因于三年前实施的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尽管取消 COVID-19 限制后流动性增加也是一个因素。下一则新闻：研究表明，远程员工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国会山报报道。 根据几项研究，与办公室同事相比，远程工作者实际上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效率更高。Covid 十九大流行迫使许多人开始远程工作，结果表明，远程工作者并不懒惰。例如，一项针对六万多名 Microsoft 员工的研究发现，远程工作使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另一项研究发现，远程工作者平均每天节省了七十二分钟的通勤时间，其中大约半小时的额外时间花在了工作上。 大流行期间，远程工作的成功导致至少部分时间喜欢远程工作的美国人数量增加，从四十年的百分之两千零一十九增加到二零二二年的百分之九十四。但是，有人担心一些远程工作者可能会利用这种情况。一些员工被发现有两到三份全职工作，而另一些员工可能没有付出太多努力。总体而言，远程工作重塑了美国的工作场所。今年上半年，近百分之三十的工作在家中完成，而大流行前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五。 下一则新闻，离岸拘留丑闻将给太平洋带来余震。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在中国扩大在该地区存在的时候，有关澳大利亚离岸拘留计划中贿赂和滥用纳税人资金的指控，可能会损害该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声誉和影响力。调查系列家庭真相发现，尽管有腐败和贿赂的警告，澳大利亚内政部仍继续向参与该计划的公司提供资金。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金融犯罪机构 a s t r e g 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尚未提出任何指控。这些披露可能会危及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国家中的道德领导地位及其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下一则新闻：香港楼市复苏将艰难。南华早报报道，尽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但香港房地产市场未能维持复苏。劳雷莎咨询合伙人尼古拉斯·斯皮罗 n i c h o s i r 表示，斯皮罗表示。 第二季度二手房价值的下降，以及六月份二级和一级市场的交易量下降，都是由于一个月 Hyper 利率飙升，该利率已升至二零零七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补充说，利率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复苏弱于预期也是促成因素。据斯皮罗称，零售,售业,业是唯一的亮点。《华尔街简报》。